没有。万家家酒小饮，不能拿哦。我瞄一下。我感觉他们等一下会跟上来啊，怎么办啊？我觉得你们等一下眼睛要眯起来了，我觉得他们等一下会走过来。哟，我很怕这种娃娃欸。放下道具。好嘞。得道具。我可以不要拿这个吗？我想要拍立得啊。哎呦，不给我拿。有东西拿吗？没有。下一个。耶、yeah! 西瓜甜不甜？然后要放回这边是不是？嗯，打火机。哎，看过来了哎，嗨嗨，看过来了哎，完了啦，我觉得他们走过来了啦。我现在起鸡皮疙瘩，我先讲一下、喔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很红。你要抱抱是不是？欸，蜡笔啊，不给人家拿。除了唱歌，美心也最喜欢在纸上涂。有。Hello， 有什么可以拿？什么？认识自己。奖状欸，歌曲比赛第一名。哇，我从头到尾，我小时候的奖状就只有画画的奖状而已。然后我一度觉得我是不是家里最烂的 ？Hello， 嗨 ，Hello， 哎呦，你还偷摸人哦，很会哦。这不是恐怖游戏吗？我就说我很尽量玩的不要那么恐怖嘛，你们真的是哦。哎呦，那这边有没有可以 ？Hello，Hello， 蛮期待喽。哇，这两只锁在干嘛？乐谱得道具。哎，晶晶牙膏。哎呦，晶晶。哎呦，这边好脏哦！我外婆家的厕所就长这样欸，都有够脏的，那个垢也都刷不掉。花儿面可以进去吗？繁星不怕，我怕。我现在背很毛欸，你知道吗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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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祝你生日快乐！不要这手抖啦，啊，很恐怖欸。有没有人今天生日啊？生日快乐！祝生日快乐，快乐！哎呦喂呀！为什么超级流人现在才跳出来啦？生气，我要播广告。不是，我已经知道有超级流人了，可是他突然还是跳出来。哦，回头，我们家现在有这个欸，因为家里有小孩子。所以就买了这个东西。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祝今天生日的人生日快乐！抓周，哎呦，我室友刚刚从后面走过去，吓到，乖乖，我也好怕哦。哎，兔子，你怎么不在我旁边？我们一起玩这个啦。抓周是婴儿满周岁时，哎，我小时候真的没抓过周哎、欸，
然后我在想，我那时候就说我在想，我小时候如果会抓周的话，我抓到笔，我爸他们应该很开心，以后就是当什么文书啊，或者是老师，有的没的，殊不知在画画，哈哈，离开。再来一首，我会弹那个豆豆龙，我会弹龙猫、天空之城、魔女宅急便，那都是小学的事情。气球，2月19号谁生日？哎呦，这个是胸部吗？哦，他躲在窗帘里面。哇，可以烧这个吗？哦，对啊，那种常常，哎呦，先玩这个好了，常常都有那种灯会啊，或是有些活动。哦，珍惜哦，等一下啦，先让我讲完。哎，照片重复了哦，偷懒。有那种有花色的那种气球，可以的话不要买，因为那很危险。你一个火焰烧上去，它会整个变一个很大团的火，被弄爆的话很危险，而且里面都是氢气吧还是什么？打火机会不会用不完？不会吧，我就跟野人那个野人模拟器一样，烧不完，应该是味精吧？然后这个是为什么又啊靠要烧完了？没有按到空白键，我以为可以跳，应该是刚刚那个的吧？那个叫什么？乐乐，啊，感谢超级留言，味素，哇，我有点肚子饿了哎。然后右下角这个是角梦，然而他男友，好来玩了，哎，我卡关了，走大门，这里面锁住了，好，只好去房间了。加班就要，可以开门吗？哎，还有哪边？我卡关了，没地方走啦，没了啊，还有什么可以点？一定要坐在椅子上吗？看，进不去啊，还是有道具可以用，那个。哦，刚想说拉糖娃娃，他的444左边444右边999，49岁哦，不是吧？哎呦，那那样，哎呦喂，我希望可以跟妈妈一样变成大明星。他没吓到我，哈哈，那个吹蜡烛没吓到我。我可以看电视吗？我要坐着看。啊，不行不行，太小了太小了，难怪小时候会近视，因为电视太小了。阿基也玩了，七彩星台。900多集，天哪！一集一天一集的话，他们播了2年多哎。打火机，没了，我要看，哎呦！下啦，看电视啦，干嘛啦？超凶，冲啥啦？你看过坏人哦？啊，谁出来啊？什么年代节目？我觉得是50年代了他日期就是1980了啊。你们看我画面左边，这东西叫消防犬。
可以拿吗？啊、哦，本机，八字，二八二九三十一三五六三七，哎、欸，没礼貌，我要玩球，没有揪，哎、欸，他指引我、欸，哎，哦，不是。妈妈吧，还是爸爸？肚脐脐带吗？然后这个是什么？我们来看看。好，这是我们一开始额头，不好意思，我忘记把 YT 聊天室关掉，对不起，你下失败了，我把 YT 关掉。好，我关掉了，这样就可以吓到我。然后这是什么？洗头，摸头。然后我是我的问题，还是我觉得我长大了，我看这个觉得怪怪的。嗯，啊，他打针，他要吃药，然后呢，没办法当偶像，他秃头了吗？兔兔，布布你怎么了？是妈妈干嘛？妈妈要杀爸爸，那还有话吗？看一下哦，看不太懂，拿奖牌吧，对吧、啊？他手上拿奖牌，就是他得病秃头了，哎，化疗。哦。可以不要用手术中，哇，猜对了，镇痛贴布，成药，还是什么治痛定，金舞台，哈哈，然后什么每周周日晚上七点，哎、欸，等一下、哦，他说周日晚上七点，然后刚刚说多少集，900多集。没关系，那换这边 XDD。你真的是很白目哎、欸，失败了啦！那个要很黑、很专心在看东西的时候下才有用。我现在边念边这个，你下没有用。哎、欸，牛年了，失败咯。的道具。点二哎，来玩一玩，玩到肚子。鸽子声音，可以开灯吗 ？Hello， 是吗？中国小健康中心伤病通知。啊，呼吸困难，动一级。嗯、哇！这电视怎么换位置啦？这边有比较好吗？哦，这些都是探病用的哎、欸。哇，好可惜哦，还有红龙。多了一罐这个，我刚刚没有看到这个甜辣酱，还辣椒酱的，刚刚没有。花香，叫什么？叫什么洗碗机忘记了？花王，不是花王，忘记了。干嘛啦？外头风雨交加，像台风天，我感受到了。什么？要洗手才能进房间。哇，
怎么那么厉害啊？哦，怕细菌，它在里面。昨晚我们去洗手，洗手收。哎，好特别哦，我们家是左边是热水，右边才是冷水。哎，我模拟手收要来了。哎呦！我竟然把手，我竟然把指纹给戳破了！天哪、啊，真的假的？这是把指纹戳破吧？还是我掉粉？都是幻觉！我刚刚斜轮眼开眼了，红红的。我也好好奇冰箱有什么，刚刚想开啊。哎、欸，晶晶牙膏它倒了，而且它位置是不是？烦了，上面是干嘛？打火机，叮。好了，我们去看女儿，女儿在哭了，见她。你不要哭，我来。怎么是你啦？哟，哎、欸，被插好多针哦、喔，我帮你拿起来。哟，痛不痛？我们布布最坚强了，那天拉肚子拉一个晚上，很坚强的熬过，战胜病魔。布布，你可以的。睡着了，那我帮你擦，我帮你把衣服脱掉，帮你擦汗。哎、欸，胸闷、困难，患者 X 光检查抽血皆不详，讲吧，皆正常哦，对，是正常，查无病因，建议点点点。枪科，哎呦，的道具，还有什么可以？哎、欸，球球，你在这里哦，球球。飞机，哎，小时候福利社真的卖这个，一个10块钱，结果我全部都跑去买这个，买到没钱。哦，看一下哦，要洗手才能进房间。哎呦，我以为那边有人脸呢，吓死我！而且还提示我用打火机，真贴心。挂号处，哎，讲真的，他这个真的做得好棒哦。那种以前的感觉都做出来了、欸，我以前有这种，我们淡水这边现在还有这种类似这种挂号的地方。第四场小孩房业内，火照亮的，丈夫将孩儿身上的，哇，我们现在都照着这个剧本走哎、欸。好像睡不敢睡，拜拜，我也不敢睡呀、啊。有没有人要来陪我？不，你现在不能陪我玩了。哎、欸，开始光片，嘿嘿嘿嘿。往这边的，这里。干嘛？不是这样玩吗？然后移动，移动，移动，放上去。踢，不用道具。无游戏，这里，这里。哦，然后嘞？那这样要干嘛？投影方向？要投去哪里？这里哦。啊！不会吧？诶、欸？
了吗？哎、欸，等一下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拿铁观音是吗？他叫拿铁观音吧？拿铁，哎、欸，是是是。喂，杜先生。哎、欸，我是何老师。哎、欸，何老师。你的情况我了解了，不用担心。哎、欸，你先来楼上见我。我被哪边啊？哪边肉场？这边存档中。我刚刚讲的啊，他不是每周日晚上七点，然后900多集，天哪，好恐怖哎、欸！不是还有本机吗？本机怎么不见了？哎、欸，红红的，谁趴在这边？哎、欸，这个姿势不对啊、哦！如果坐上去的话，这样不好哦，妹妹这样不好哦。何老师，何老师，哎呦，怎么跑到这边哭了？嗨，妹妹，我不知道，哎、欸，是妹妹啊，有头发。对啊，我记得那个老师叫陈怡君啊，怎么又变何老师了？搞到不是班，搞到不是主任啊，不是班老师啊。高房班，那明明就有电梯。他写910集，哇，你看那么清楚哦。观天地人间，我觉得这张图很可爱，盘腿坐。对啊，他叫拿铁观音啊。好啦，我们进入主线吧。啊，兔年，又回到1987了。开门。哇，这感觉就是审问啊，此处无法使用打火机。审问台，哎，我先去敲一下啦，电视一下，45度角，拍下去。好啦，看来是不行了，我下去。七彩新舞台，七彩新舞台。哦，白痴，这也太刚好了吧！总算到了我们儿童组挑战者的表演，一起来欣赏杜美心小朋友为大家带来的码头姑娘，掌声。